一下真实的爱情故事啊，第三只双鱼。哎，这边就大概一分钟，没有这个直接举起来了啦。我这个牌子，等一下，我这个就是真的，就真的有在一起，有在一起过。而且我有跟瓜哥讲，我说我最近谈恋爱，然后我想要就是。把大家带来给你看，然后瓜哥说他知道吗？我说有，因为我跟他说我很尊敬你，我一定会带他来给你看。你连瓜哥都骗？不是，然后瓜哥就说不是，我是问说对方知道他跟你在一起这件事吗？然后我说有啦，他知道。我们是连瓜哥都不相信。没有，我们是真的，我们当朋友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的家境怎么样，因为我本来就不在哪认识的朋友的公司，朋友介绍。哎呦，对，而且那个很巧妙，就是我去朋友的公司，假设我去找小优好，那他可能是小优的同事。那我们一起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撑一把伞，刚好我跟他撑一把伞，所以就有搭讪。但是这个是我主动，就是我主动跟他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按赞，帮我充人数，就让他来按我的赞。然后后来就有他联络方式，加你脸书就对。对，然后我就打脸书的电话给他。脸书可以打电话？就是那个 Messenger 啊，对对，我就打给他。然后我也就很大方的说，哎，请问是某某某吗？然后他就说，哎，怎么了嘛？我说，哦，没事，想找你聊聊天。然后反正就是大概聊了一个多礼拜，刚好就是我们去他家聚餐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哎，你们家好大，因为有两三间空房子，但他空房间，但他一个人住。然后我就说，因为我就说我租约要到，不然我跟你分租后。谁会这样啊？我真的很直接，我真的很直接。然后他就说，不是住家里，不是我们现在全场都不要讲话，我看他胡烂。我可以一直讲啊，我可以讲，但因为时间关系，因为他住的房子有三间房间，但他一个人住，所以我就开玩笑说我的租约到了，不然我跟你一起分租，帮你分担一些。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真的就是一般的上班族这样子。就他就说，哎，可是我没有房租。我说房东那么好，他说哦没有，这是我家的。然后我才知道说他来台北工作，他家人就在台北买了一间房子给他。哦。然后他对，然后他们家后来跟他生熟了以后，才知道是上市上柜的公司两间。哇，就还不错。然后像那个时候有一次，我们就说，哎，我就说我要叫 Uber。嗯。就他就说，哎，你们 Uber 的选项什么尊龙什么的，为什么没有直升机？然后我就说。我就说，哎、欸，这个对我也是觉得很胡烂，这个真的要非常胡烂。然后他就说，等一下 ，Uber 是有的。对，然后他就说，因为我才知道他的户籍，他是台湾的户籍，对。嗯。可是他的出生地他是写杜拜，就他爸爸那个时候在那边设厂还是怎么样，他是真的是在杜拜在那里出生的，在杜拜出生。可是他是只有台湾国籍没有错，可是他的出生地就是写杜拜。他在那里认识你之前没有叫过 Uber。不是他在认识我之前，我他认识他怎么可能没叫过 Uber？ 对啊，他就是他在跟我开玩笑，就这样讲，所以我才、欸、怎麼没有直升机、啊，我才觉得他在胡乱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在杜拜真的有直升机，他还开他以前的截图画面给我看、嗯。然后那时候我最感动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家很有钱。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有一次我生日吧，然后因为他是那种家里给他股份，他是有财产，可是他没有现金可以让他活用。然后他还说要把家里股份要给我，所以叫你汇钱给他。没有没有，这个就要抓了，这个就要抓了。但最好笑的是，听别人讲讲，遗产要先缴一笔税，没有你说多少美金这样？不是，我们听太多。所以他叫你打钱给他，对不对？我没有，我跟他现实生活当中就是真的有在一起相处。那时候我跟朋友要去在一起多久？11个月。啊、那时候分手。啊、他知道你是就是女十一个月，你这样还没骗到？对啊，你还没骗到我真的喜欢他，我真的没有在骗，我是上节目开玩笑说一副我他是真的喜欢他，但是我骗到他钱是他骗他的钱、哦，没有，他不会用我的钱，他不会用我的钱。那时候我们要去露营的时候，我们还说，哎，我们一群朋友去露营，然后那个露营车什么租一天要1-2万块，然后一个人续了要多少？就他看一下，他就说，哎。我们家有露营车，还是我叫我跟我爸去借来开出来。就他那个露营车一开出来，哇，是那个 V 开头的名车。有照片吗？你说露营车吗？嗯，露营车的照片、嗯、没有啊。我今天只是讲。废话，用掰的当没有的。对，还用掰的当没有。等一下，我讲一下那个露营车很高规，你有在露营？很高规是不是？高规，它那个雨遮是电动的。然后它是上面不用用手卷那种，不用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一般的露营车是不是小货车去加盖子箱子，对不对？对。他可能露营车平常看起来就像一般的车子，可是你按那个电动，那个遥远号也有啊。它的上面的盖子是会拉上去的，变形金刚一样，它会拉上去一个很像帐篷，后来舞台就会很大，然后我跟顺哥就站出来，哎，你也懂会对不对？真的假的？哇，这有点。1、2、3。我也才真的耶，我才怎么可能？假的，你们也太好骗了吧！啊，你知道是假的、哦？
这个是蛮像真的，其实蛮像真的，听起来蛮像真的。而且因为叶欣然他之前约会的对象也都是有钱人，没真的哪有？他之前有一次跟他去相亲也是有钱人啊，那个相亲你有去假的啊？不是假的，假的，我又被你骗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是假的，假的啦。因为我觉得一个富二代有钱成这样，他应该会有戒心。对，哦。对，我也觉得是假的，而且、哦、你刚刚觉得是假的，而且新北你真的很容易被骗，而且重点富二代会找超正的吧？对，以富二代要找要教女明星跳叶欣美，他算很客气耶，他很平常，好吗？那是真的假的吗？好，来，这一定是假的，他是说，但是好啦，假的啦，这是真的。真的，细节我有证人，我有证人，那一个人我又猜错了，哎，我猜错了，还有，哎，我有证人，我有证人，那一个人我跟他在一起以后，我因为谢欣以前在英国读书，他以前也在英国读书，但是他们两个年纪是差了好几届，不用强调，好，只是我后来跟他在一起以后，我才发现，哎，他跟谢欣认识，可是他们两个是在一个国际什么志工的，对，他们是在志工协会认识，志工国际志工协会国外认识的，所以谢欣也知道有这个人存在，而且他是家境很好，对，他喜欢叶欣美。对，而且竟然没有喜欢我，真的合理合理啦，合理啦。因为不是因为差了很多奇怪啊，差了很多对啊，对对对，哇哇，女大周年庆狂欢购物节，应该用了20条哎，这下真的又便宜又好用，对对对，好，达人推荐好物，下杀超低价，全馆免运5折起，满额再9折，全部都在女人我最大购物王。